大家好 ，ST 咁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 KMB 7嘅派街版，咁都系呢个城税广告嘅成例二型啦。我check下两个产品编号，边个先，边个好？七五四九。差咁远嘅，系啦，咁都系专门电板先嘅，不过相差好多，47X， 葵盛，都系沙田厂，咁车牌 CT3147， 车队编号。G405，其实有咩分别？两架嘢除咗头先嗰啲资料唔同之外，少少上落客嗰个位啦。哦，个九八 logo 咯，多咗个，跟住唔过啦。即系上落客嗰啲资料一样啦，乘客嗰、那个。坐到幾多客嘅都一樣，即係呢個產品耐度都唔記得咗係幾耐之前，真係好似都年幾嘅咧。我一個李蘭牌，一個就黑色，黑色咁得意。出喺咗幾耐之前先去預訂嗰個日期，2021年嘅11月咧，係啦，一年四個月，不過唔夠 Google Van 嗰個勁啦，成兩年幾啊，聽人話，一直都個怪嘅，點解嗰個抗疫巴士？会快过呢架嘢出噶，即系超多车喺佢之后接受预订，跟住系早过去开卖派货。系咯，呢个冇一早已经有噶啦，净系改少少嘢，加张水贴咁啊，已经搞掂。真系唔知佢啲生产程序又唔搞咩搞咁耐。咁我唔系好记得边一架系唔逼真啦，哇！只枪唔啱，好似系排界版唔啱。不过我好多车都唔识分，所以都唔多个啦。同一只型号都太多花神。完全認唔到咁多啊！咁今次都係睇得幾順嘅，喺呢個新學啲碌暫時都冇咩特別大問題。嗯，紀念色唔錯，好過90周年嗰架。亦多色，唔知搞乜鬼。咁好啦，咁今次个派街版嘅城税胜利二型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